从脸红吗？你脸红，你才脸红呢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！哎呦 ，What's up, everybody？ 欢迎回来，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。今天是第五集啊，哈。那么上一次就讲到我车祸遇到这个新的女主角，叫做钟真。我真的希望不要再有新的女主角出来了哈，因为真的够多了哈，我已经很难选了，你懂吗？上一次我有错过那个小鹿的 message 哦。我应该多替你考虑一下，现在不仅没有帮上你的忙，还总拖累你，分心照顾我。我想这一段先踏实工作，你就不要来找我哦。等我想清楚了会去找你的哦。 OK， 哦哦哦，是倒霉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啊，没事。钟真，我还是打个120吧。哎，不用了。哎呦，我身上之前就有伤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开车有点走神，要不我送你回家吧？哎呦，不用了，我现在不太方便。哦，那要不这样，你先跟我回公司待一会儿，确定没事了再走。啊，那好吧，那我扶你起来吧。嗯，我跟你讲，男主角上辈子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啊，这一辈子一直遇到桃花运啊。走吧。哇哦，钟总好。真的好，向左。哦，这个真的女老板来的哦，事业女强人来的哦。这是我们员工办公区。Damn。什么话来的？空空的。啊？小鹿，秦雨清。哦，六六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转身就跑。啊，低头捂脸。哎，哎呦，我想念我的露露哦。你去哪儿？啊，没事，我去那边。这么会扣，这么会扣，这么会扣。再来，不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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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我们员工办公区。Alright, alright, alright。不可以捂脸吗？拍谁吗？哎呀，这样都要掉爱心，真是的。啊？小鹿？六六，转身就跑。啊？哦，都会掉爱心了。没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哎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吧？我去趟洗手间。奇怪，他都会掉爱心啊，给我选着么？干嘛呢？啊，没干嘛，我检查了一下，没撞伤，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顾毅。顾毅，你有工作吗？嗯，没有。没有。会开车吗？会。那给我当司机吧。哎呦，司机，我会跟你签正式合同，加五险一金。司机有晋升的机会吗？看你表现。好，那平常需要一直在办公室里待着吗？我用车的话会提前告诉你，我要是不用车，你在哪儿都行。我还想问一下，咱们公司有宿舍吗？先去人事部报到吧。六六，顾宇哥啊啊啊！哇哦哇哦，我的六六，哎呦哎呦 ，big girl now 哦 ！Oh my god！ 你跟老板很熟吗？老板？就刚扶你进来那个，钟真，钟总。公司的股东之一。哦，我听到保安叫他钟总，但我不知道是这么大的老板。所以你们不熟？啊，是。嗯，太开心了。我不熟了，叙旧，
公事公办，当然是叙旧了。哎呀，之前还没来得及告别你就走了。是啊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我怕当面说就走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顾一哥，你会不会觉得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累赘，总是拖累你？ No, 你不要瞎想，分明是你照顾我比较多。是啊，所以以后啊不要这样了啊。不然我找谁去比赛攒钱啊？从脸红吗？谁脸红？你才脸红呢！哎呀哎呀哎呦！讨厌！没问题，你交给陈总吧。哎，好的，陈总。哎，陈总，我已经办理完入职了。你办完了？办好了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真没什么事。我不是担心你。你这几天要用车是吧？没问题，修车的事我会跟进的，保证修好。我就是想问你脸上的红印怎么回事。血，你没有擦掉。哎呀，实话实说，不满意工作内容。哎呦，恐风不能够讲这句啊。啊，实话实说。哎呦，感觉这两个都会被骂嘞。实话实说。跟人事部的同事开了个小玩笑。你们认识？啊，是之前认识，好久不见了，所以脸上多了个红印儿。就开了个小玩笑，主要怪我。稍微注意些吧，回头弄些正装。啊，放心吧，老板。哎呦，还好没有被骂。兄弟，你这车啊，打算快修啊，还是慢修啊？怎么个快慢法呀？你要是等原装的进口件呢，反正就是慢。你要是用国厂件呢，我现在就能给你派人，马上就能修好。哦，而且给你10%的回扣，啊？可是，行业潜规则得遵守。不能修，我就换一家。我觉得应该是不能修，我就换一家。瓜，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啊！你要能修就修，修不了我就换一家，我以后也不来了。行，我马上给你安排修理，行吗？你等着。你的车可能一时半会修不好了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这种事啊，已经出了不止一次了。郑总，你总出事故啊？你为什么没拿钱？这么占公司便宜和偷没区别啊。我晚上睡觉该不踏实了。在附近给司机租个房子。哎呦，这房子是给我租的。其实我一个人也没必要单独租个房子。其实我看公司尽头那个储物间挺好的。不用你出房租。不是那个意思，主要你这么对我吧，不怕公司传闲话说句就不好听啊。住公司是违反规定的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！出了事肯定不把你抖出来。走啦，不要讲这么多了。那没事的话，我先去收拾房间了。等等。哎呦，送我的？哎，谢谢老板。哎嘿嘿，什么东西？衣服啊。顾一哥。哎，六六。你在储物间干嘛呢？我。找点东西。哎，你挡着我干嘛？里面藏什么了？你小点声，我临时住一下，你别给我暴露了啊！啊，你住这儿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哦，那个，我送你个礼物。哎呦，恭喜你入职。啊，
谢谢啊。那个，我想聘张床，我要打扫卫生了。什么意思？聘张床？应该我要打扫卫生了，瓜。谢谢你提醒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得赶紧收拾一下了，给我保密啊。嗯嗯。哦，那住这里。我去。你是谁？是不是你把路由器碰了导致的断网？我在收拾点东西。你别挡路，我要进去看看路由器。网怎么断了？甄总，不知道呀。我说要进去看看是不是路由器的原因，结果他挡了不让我进。有接到断网通知吗？没有啊。如果区域断网，肯定会提前通知的。那你赶紧去看看吧，别耽误事儿了。好。哎呦，幸亏刚才藏得快，不然就被逮住了。Oh. 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没想到我也有穿正装的时候啊。谁啊？是我，哎，快进来。哎呦，林乐清，林月清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那天你跟老板回来，我就开始盯着你了。听说你入职，想给你送个礼物。哇、wow. 哦。于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啊，这哦，领带，你可要替我保密啊！别人知道我住这儿就完了。你见到我除了这个就没别的想说的吗？其实我还想问，想问什么？这条领带是不是你前夫的？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，你要是不想要就还给我。我要。你送的我都要，送出去的礼物怎么可能要回呢？我们这个恐慌被骂了，所以你送我的我都要。我要，只要是你送的我都要。你要干嘛？哎呦，这还在公司呢，有什么下班再说。不要，露露在这边了，还敲门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里面有人啊。领带都被你拽皱，我给你戴上看看，好不好看？溜溜在这边了。这衣服跟鞋哪来的？别人送的。别人送的是吧？哎，鸡蛋糕的 ，damn it！ 他怎么吵这么凶？陈总不是一直追沈总？不知道啊，蹬鼻子上来，再看看吧。你不给他们点警告，以后更麻烦。我跟你说话，你放手。哟。打他一拳，正面刚，正面刚 ，Of course。你放手、啊！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啊你？你一个大男人跟一个女人吼什么呀？哎呦，还上手？不是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不是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你干嘛的？不就是客户不签续约合同这点破事儿吗？哟呵，破事儿。那你教教我怎么办呗？像这种老客户临阵作妖，无非就是两个原因嘛，要么就是有搅局者给了更好的合作条件，要么就是对方公司内部责任有了变动。你把事情调查清楚，该怎么应对怎么应对嘛，不需要大呼小叫了。不是公司怎么做，我用你教我呀？不，你到底谁呀你？我是钟总请来的私人保镖，公司的事我管不着，但你要再跟我老板动手的话，我就跟你动手。哎呦，Very man， 哎呦 ，So manly， 哎呦，你有点本事啊，当我司机委屈你了？哎，给你当不委屈。少贫嘴，他毕竟是公司高层，以后做事还是要谨慎一些。你突然这么温柔，我都有点不适应了。咱俩好好聊聊。好 ，OK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有这么一段。都是过去的一些经历，现在我就想赶紧把债还上，别的什么也不想。那要不我调你去市场部试试？啊，那太好了，不过我得先把你的车修好了再说。我的情况都说了，你呢？我的事儿你少打听。那刚才那个男的，我听同事说他在追你呢。对，他是在追我。他也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，
和他在一起，我得到的只有更大的压力。哎呀，好想给自己放个假，回到过去有闲有暇。丹丫，嗯？啊，没事，我是说这事儿啊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现在公司没人了，带你玩个游戏。哎呦！上来，看你感受感受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快速拉，慢慢拉，中速拉，中速刮。太快的他跌倒，太慢他。做我的小敞篷，兜兜风。还真有点那感觉。怎么？小心，前面要拐弯了。漂移，刹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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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故意。你故意的吧？我不是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Oh my god！ 收拾你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！跟我玩是吧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陪你玩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陪你玩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会掉爱心？真的吗？哦。啥也没看见。那老板形象没有了。怎么样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很久没这么痛快了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，你还有更好玩。接下就到马德，我们漂移试一下。 All right， 漂移，跟他叠加呼一下。哎呦，顾爷，你技术不错呀。当然了，还有更炫酷的呢。顾一，你玩我是吧？什么？你玩我，你玩我是吧？没有，我陪你玩。哎，枕头变了。真的吗？啊 ，OK， 这边又回来了。low。好嘞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好玩，很久没这么痛快了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？你还有更好玩的。夜生活走起来，卡路里燃起来。哦，有什么分别呢？卡路里？你太缺运动了，运动可以让人快乐。那咱们去潜水啊？不行，太远。跳伞呢？还是找一些眼下能实现的吧。啊，跟我走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带你做运动啊。在这儿能做什么？姐姐，再看一下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。夜生活走起来。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待在公司，肯定没出去好逛逛。偶尔也逛，但商场也没什么好逛的吧。走，我带你逛好玩的。哦，啊，这个他应该比较喜欢。哎呦！可愛いですね。買一個 SpongeBob 給他。哦，耶！乾杯！乾杯！乾杯！石头剪刀布啊，你说，喝酒喝酒。不，你又输了啊。
我喝酒了吗？快快快快喝！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我输了。哎，我喝吧。石头剪刀布。不，你输了，你喝你喝啊。来，敢不敢投篮？什么？投的。走走走走。真的没？真的要这样没？哈，这样有钱。我手机没拿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帮你拿一下。一定有人追过来了。找你的钱。不要了啊，不要了。哎呀，跑跑跑跑跑！这不是我们公司正在装修的办公室吗？是啊，带你来体验体验我的生活。什么呢？来帮忙啊！哎呦，叫老板帮忙 ，legend！ 哎呦，你得均匀点刷，这边先打个底啊！哎，你这样效率太低了，你得这样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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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不可以对不起露露。Oh my god！ 顾毅，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。你现在经历的，都是你人生最宝贵的回忆。你应该珍惜眼前拥有的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但愿吧，你呢？你可别说，你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回忆啊。除工作之外，我逃过一次婚，这也算吗？逃婚？看不出来你这么优秀啊。准确的说，也算不上逃婚吧。我只是没有接受对方的戒指罢了。如果上天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，你愿不愿意？啊，我错了，我这里把它扔了。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行李打包好，跟我走。呜、哦，进来吧、哦。哇，整天去你孩子的家。我家呀。你带我来你家做什么？你不是嫌房租贵吗？我家正好空了一间房，你可以住。住你家，这不太合适吧？别想多了，赶紧把门带上，进来吧。妈蛋。真的住很多人的家 ，Oh my god！ 这个司机送你回家，还送你进屋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以为你应该懂得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，你怎么跟他？你有话就直说。哇哇哇哇！他能给你什么呀？是事业上能让你更上一层楼，还是能解决你眼前的问题呀？我能给他快乐。你现在的幼稚能换回来什么样的结果？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公司现在转型的重要时刻，你玩归玩，别玩出火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接近忠贞什么目的？你心里清楚，还用我提醒你吗？名花有主，忍无可忍，人剑合一。What？ 什么人剑合一？要杀人了是吗？应该不可以打他吧？人家忍无可忍，是不是扁他？我不懂哎。名花有主，瓜。名花有主 ，OK。哎呦，看到我俩的关系了吗？她是个有分寸的女人，喜欢跟谁在一起不用跟你交代。你走吧。哎呦哎呦，
也许过一段时间，你就知道你现在的行为有多幼稚了。Shit, shit, shit, shit。顾毅，有些事情我还没想明白，给我点时间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不想他来骚扰你。嗯嗯嗯嗯，对。明天我出差，我已经跟市场部的人打过招呼了。OK OK。你可以去锻炼一下，好好发挥你的能力。OK OK OK OK。早点回来。早点休息。嗯哼哼，哎，你好，我是真诚市场部的顾毅，来，您这边请。谢谢啊。你好。你好，您这边请。好的。谢谢。你好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，经理，这是我的工作总结。哎呦，你不是去市场部了吗？哎，我回来当司机了。哎，业绩没达标啊。哎，我去房间啦。啊，老板给我租了个房子。老板还给你找房子住？这不是接他上下班方便吗？那你这待遇也太好了吧？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？啊，这。刚才王姐找你来着，是吗？不能哦，老板的家。嘿，哎，六六，组队来的呀？组队？什么组队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爸现在也不要去，我去参观一下。说不是组队，你在嘀咕什么呢？等我收拾好了，肯定要请啊。我先借水擦车了。怎么还不来啊？大堂上就是。哎呦我去！顾毅，哎呦，他们竟然懂地址在哪里啊？好巧啊！我们就是过来参观一下你的新家。嗯，你们两个一起来的？哦，我们路上遇到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放心，我不会跟他打起来的。啊啊啊！啊，问题是不是我的家？这不是真龙家吗？啊，他住楼上，我住楼下。那你看看你脏衣服到处扔，我给你弄一下。哦，哎，我也帮你整理一下。他们不会生气的吗？那我去做饭吧。我帮你。哎呀，顾毅，你在家吗？我回来了。多多多多多，藏起来，大方开门。藏起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大方开门啊！鸡蛋糕，别生气，你等我开门啊！不可以骗人，不可以骗人，因为如果我骗他，得扣分。钟声。Oh shit！ 顾毅 ，shit！ 我想清楚了。哦。哎！不要，不要！哎呦，你想清楚什么了？哦，出差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终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顾毅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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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你带给我的新生活，惨了，真正的生活，惨了，而不是被工作填满的所谓的生活。No, 你回来怎么不通知我去接你啊？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露露在这里，相比之下公司钱都不重要了。顾毅，我喜欢你。陈总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彻底摊牌，假装工作会议，彻底摊牌了，直接彻底摊牌了，哎呀！反正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，你们应该都认识，我也就不需要再介绍了。哎，咋咋地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送送他们吧。是不早了，你也不用操心我们会赖在这儿。顾毅，反正你到哪儿都是借住，要么去我那儿住吧。哇哦。顾毅，你要是不愿意去月清姐那儿，去我那儿也是可以的。
我这 ……No my god！ 哦哦，完了。哦哦，哇！可以去下一个 chapter 了。Yep。All right, good. All right，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收看啦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